这包送你，你喜欢吗？挺喜欢的。东西你拿走啊？也是给你的。干啥呀？明天跟我回家见父母啊。带这些东西去见呢？哎呀，老人嘛，要让他们觉得把我交给你安心啊。不过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可没有这种想法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怎么想到带我见你父母呢？你不想吗？你没想过跟我结婚？我吧，主要是怕你父母对我。结婚证你4.5块，我4.5块，他们好像不是很重要吧？这件事我就可以做主呀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以后我有女儿，我肯定不会让她嫁给现在这样的我，懂我意思不？先别见了。叶父，你到底是不想见我父母，不是你真的不爱我？我当然爱你啊。那你犹豫个？啊？那你说不明白你，我现在压力真挺大的。那你别说了。哎呀，我们男的啊，我跟你们女的真说不明白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别跟我说。哎。